说到教育，菲律宾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大的英语补习基地。因为到欧美游学，一个月大约15万元起跳，但是如果是去菲律宾，开销却只要1/3。所以到菲律宾游学的人数，2014跟2013年相比，韩国学生成长了2.9倍，台湾成长了7.2倍。文法教学，练习造句，一对一问与答，强迫动脑，将英文思考变成习惯。菲律宾的语言学校特色主打半斯巴达式教育，像这样子的小房间只有学生和老师两个人，逼你一定要开口，而且课后强迫自习。A good habit. One less.不喜欢小空间，也能到户外区，同样是一对一教学。Can you read again? Today is your holiday. Enjoy holiday. Enjoy your leisure. 不断复诵，矫正发音语调。他是台�湾来的陈先生，当了8年工程师，辞职转换跑道，短期进修，选择菲律宾。欧美语言学校几乎都是。团体课，那团体课如果你的程度不好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同学，那你又不敢发问。课程进度随个人调整，到美加游学，学费、机票加上生活费，一个月大约15万起跳。而在菲律宾学语言，学费包吃包住，一个月大约4万块，开销只要1/3。到菲律宾游学人数，2014年比起2013年，韩国学生成长2.9倍，日本成长5.4倍，台湾则是7.2倍。Some people said that there is some dangerous something and crime, but I don't think so. Friendly, so I can ask question easily. This is spellbinding.菲律宾官方语言是英文，是全世界第6大英语国家。日韩业者看准低廉成本，早就布局抢进。We start this business 3 years ago, and then now we are getting maybe 120% increase.每个隔间就像是一间小教室，透过网络电话线上家教式学习，收费平均400块台币。电脑荧幕除了线上教材，还能透过打字辅助。像这样的语言学习中心，在菲律宾一家接着一家开。我们大小小总共有8000多家，目前有500位老师，6万多的学生，40%是台湾人，然后有韩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。英文老师数量供不应求，和一般上班族相比，月薪只有台币7-8千块。拥有语言专长，拉抬薪资水平。I used to work for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o.But I should say that this is much more profitable than what I had before. Compared to some regular employees, it is actually, let's just say, double or sometimes triple. 菲律宾年轻世代靠网络输出英文优势，不再是廉价劳力，只能海外求职。菲律宾留住人才，同时积极转型，成为亚洲最大英文补习基地。TVBS 新闻，李伟华、陈和林，菲律宾采访报道。